李林秀峰国小99学年度英文社团成果发表会。这场发表会是学生们非常重要的一场发表会，为维护会场秩序及表演活动的品质，请大家将手机关机。表演进行中，请不要交谈、吃东西及离开位置，以免影响现场来宾们观赏演出的权利。感谢大家的配合，现在就请我们的大家长陈校长来为大家说几句勉励的话。各位贵宾，还有学校的各位同仁，各位小朋友，还有亲爱的家长，大家晚安。首先，仅代表全体亲师生欢迎各位嘉宾啊，莅临学校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99学年度学校艺文社团成果发表会。那我们学校有很多艺文社团，有很多专长老师，多年来一直是很辛苦的在指导我们的小朋友。今天晚上参与演出的队伍分别有国乐团、有直笛社啊，还有合唱团、节奏乐团以及舞蹈社。那其中呢，我们的社团呢也经常接获邀请参加外面的演出，像现在在台上的国乐社，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获邀到总统府啊，参加总统府的那个演出哈。那我们的合唱团呢，这个学期呢也获文建会的邀请哦，编留不住他们在录制乡土音乐教材的 VCD， 然后在暑假中也即将到南海剧团参加国立艺术教育馆的节目的录制哦。所以我们的各个社团在专长老师的指导之下，真的都有很不错的表现。那今天呢，他们即将在今天的夜晚呢，在我们各位贵宾以及各位家长啊的莅临指导之下呢，做精彩的演出。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很紧张，虽然他们对外演出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家长啊，自己的同学、自己的老师来看他们的，来欣赏他们的演出。所以待会儿不要忘了给他们最热烈的鼓励哈。那我也特别说明一下，我们采取锁票的方式是开放给小朋友自由索取，是想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习你怎么样来欣赏一场高品质的音乐会。然后既然要参加了，就是要从头到尾从头到尾认真尊重演出者他们的演出，然后以最佳的观众的态度来欣赏演出啊。那时间非常的宝贵哈，我就请在这祝福所有莅临的嘉宾家庭幸福圆满，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来宾介绍，好，我在这儿呢就先介绍我们今天晚会啊莅临的嘉宾。首先我们介绍新北市议员廖正良廖议员。接着介绍我们现任的家长会宋会长。好，我们前任的家长会会长也是现任常委郭金灿。郭前会长，以及我们前任的会长哈，吴松博吴前会长，还有我们现任的家长会副会长李正言李副会长，以及我们的常委哈素云常委。还有我们的秀峰里的里长苏里长。我们在场呢还有很多的嘉宾哈，包括我们的常年志工哈，今年荣获台北县幸福志工的张先生哈，他都亲自哈，张爷爷都亲自在现场为我们举牌哈。
所有的与会的嘉宾，还有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今天这是一场音乐会，所以不要把它当作同乐会那样子哦。你看张爷爷举牌举得很辛苦，就知道哦，要安静了哈、哦。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欣赏今天晚上的演出。谢谢。